来演示一下这个小方四分之一模板和小方圆以及迷你花搭配使用的情况。像四分之一模板，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就画四次可以变成一个圆嘛。像这种全是孔的，画出来就全是点点。像这两种，它画出来是有花纹的嘛。它这里没有任何标记，就说明它是旋转或者反转都可以。这个这里是有标记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是这样的关系，就说明这个是一，转九十度变成二，再转九十度变成三，再转九十度变成四，是旋转的关系。还是拿纸来演示啊，在中间先画一个小方圆，上下左右的外边框的横线部分和四角的小点点都是要画的，不用画的特别细，这个横线反正。画个差不多就行，小点点就还是插进去转一圈的画法，然后再把中间的图形也给画了。画完是这样子的，用这种旋转的来演示。你仔细看，这边上是有这个小缺口的，这边也有一个，这边也有一个，并不是做坏掉啊，是给你用来对齐的，是用来对齐这个横线的。还有这边有这个小点点，很小很小的这个小点点，这个点点以及这边没做出来，这边其实也有一个位置，还有这个小点点是用来对齐角落的小点点，这样放上去，它对上去，因为你一开始画那个横线的时候是画的外边缘，所以它会有点点靠外，你会觉得它好像有误差，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还是拉近来看吧，因为你一开始用这个。来画外边缘是靠外画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对齐的时候，这个线是在这个小缺口的靠外一点点，这边也是靠外一点点，这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这边就是这样子对齐，如果是在外面画，就是会稍微大一点点啊，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事情啊，就是理想与现实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差别，这不是什么问题。然后来画这个线条，换一个颜色。因为它是搭配小方圆用，小方圆这么大，所以它画的是外面这一部分的图形，里面这边是不画的。小方圆大部分都是直径九以内的，就是圆的直径，不是说正方形边长九的范围，是说圆的直径九的范围以内。所以说这边你看，这边有写 6.5 9 11 13 19 21 9这一圈它肯定不能画，从11这一圈开始也是小点点要先画，然后画线。这样子把十一、十三、十九、二一，这个范围内全部都画完。从这边到这边是转九十度的关系。一开始画的这个线和小点点也可以用来对齐。这边二一画不了了，这个纸不够大。第二步和第三步也是转九十度的关系，也是拿小点点还有这两条线用来对齐。然后第四步也是转九十度放下去对齐。画完这样子，因为我这画在 A4 纸上嘛， A1 这一圈就有点点不够，你如果画在布上，自己把布裁大一点就行。这个代表的是你整个画完以后的直径，所以你也可以取19的，最外面这一圈就没有了。或者说你不喜欢里面这一圈，你也可以11这一圈不用画，只画13到19这个范围。A1 这一圈画出来，一整个连起来就是一个圆，11这一圈画出来一整个连起来是圆，13到19这个范围连起来是一个
这样子的图形，它是一个可以一条线绣到底的。像这种地方，这是直线连下来，你可以拿直尺来连，用直尺或者模板的边边都好了，直的东西就行，给它连起。你如果说要徒手稍微顺一下也可以，因为它就几毫米嘛，一丢丢，就拿一把尺子这样子一路画下来就不会漏。像这种弧线缺的部分，你看到了它上面有很多这样的长的弧线，其实你可以放上去歪一点点的状态啊。你之前画的时候是这样嘛，你这样子放你就可以看到啦，它是不是缺的部分都在它的中间，就可以把它补画，会比你徒手画要准一些。要求不严格的，你歪上去你自己看一下是不是有缺的地方，刚好在可以画的地方，是的话就 OK 了，这个要求不严格。我画在纸上有点就水鼻水都没有干，有点蹭的。如果画在布上会稍微好一点。这个就是这种的小方四分之一和小方圆搭配使用。这个是迷你花。这样子实际上这个图已经画完了，但是你如果要搭这个来用的话，你需要把迷你花这个外圈十二瓣花的这个地方陷下去，这个地方都画出来，画成小点点，就变成这样子。它这边这种小点点很小很小的小孔是对齐这外面的小点点的，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完全对齐，这样的状态是对的，因为你一开始这个小点点是这样画的，所以它会比理想状态靠外一点点。这个点点不是说一定在这个孔的中间，它会靠外一丢丢的，这个东西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你看那边写九，它如果要和小方圆搭配使用的话，小方圆的图形大部分都是在金九的圆里面，所以说如果迷你花加这个圈圈和小方圆搭配使用的话，是画到九这一圈的。你看它这里没有这种标志，这个这里是有标志一二三四，这里是空的，你说明它是翻转还是旋转都可以，无所谓，总之就是你把这一部分也给补起来，然后再移到这边也是，这边也是这样子。它这个也是一根线可以绣完的，你看这边有这种竖竖的地方，这就是你需要徒手去给它连起来的，也可以徒手连，也可以自己拿个尺子比在边上连，总之就是把它连起来。这样子画出来它就是一个直径大约是九的一个图形。那你看这两个，所以说迷你花如果要和小方圆搭配使用的话，它就可以通过这个里面这一圈九以内的这个边边给它画一下就可以，它们俩就变得差不多大嘛，可能不会特别准，毕竟是人手画的，但是我觉得也是够用啦。画的有点丑也可以稍微修一下，不就是个土吗，这个土事后是会被消失掉的，所以它丑是没关系的，你绣出来好看就行。也是把外圈这个小点点全部点出来，想要让它变成这么大，就是要把外圈从 6.5 一直到21全部都画出来。
这样就画完了，因为这个笔画在纸上不干，一蹭就花掉了，但大概意思还是能明白的吧。有的人会不明白哪些地方要补弧线，哪些地方补直线，很好记的，只有21和11是补的弧线，其他都是补的直线，直线全部都是这样竖竖的，全都是这种竖竖的，这种都是竖竖的，这样子这两个就一样大了，这两个一样大的。